السلام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يه وصحبه اجمعين اما بعد فمن يقول مسلم تسلم السلام و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ه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من تقوي كنت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سمجن يومي الى ايديه وقوامته من تسلم وقوامته وشيئا بعد فتجد قوامته فمن 经济中的治疗手术说，二战那两把刀。那么在早期技术之后呢，叫做印度不懂，今天不准备话，是吧？那么不准备技术之后呢，我就要想希望呀，我找到印度去做了。那么去的高点去的底线呀，我就交流交流。那么在哪个国医生说长时间发挥上不是好呢？今天这个。 最顺利的就是我们的三位老师，今天计划，我们希望各位小金，特别是我们的副主席科研员，邀请你们深切的邀请大家，那么请愿参加三位老师的这个集合典礼。我这个这里去的他们之后呢，到这个他们的会场组织后呢，去到这个医生组织这个会场，去讲，我这次参加以后，他们这个展会典礼到这些会址。 啊，也就是目前这里要是找到参加，那么到他这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就获利提前呢，就归了这些去方了，是吧？就彻底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找到跟那个苍蝇之间的参加。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一百零六十天当的这个感受啊，那么百分之十两百，跟这一方面的，这个几年啊，每天当中，几亿跟这一方面的，在三年的两百当中。 这个第二个项目，让他们跟随一方面入吧。一方面，阿拉和阿拉，他这里有他这里呢，第一个多档次，入吧之后，我们经验了阿拉和阿拉入吧。那么入吧之后呢，也增加七个他这里了，七个多档次。那么七个多档次，问题就是呢，这一方面的话的话，你将所有啊，这个你最终可得。 那么，其他一比一吧，一百强和这个呢，增加五个多档次，就是好增加五个他这个了。那么，如果他出来增加，那么这个呢，一方面的话的话，你一张多少钱，让他提供可能。那么就他出来了，就把这个，那么把刚才解决问题了，让他的经济能够有所，经营一下，那么这个呢，解决一个，那么到这个点他提好了，我们呢就做这个提拔了。 你小心点，你不要找到方式，看好，包括我呢，照顾好了，我们就准备地方了。他们一看你那小心，你小心，早就就去上了了。我们现在呢，就做地方了。不要跑方式去了，这个上去了是吧？学习过方式去了。今天也一般要这样，冬天第二个小时上去。因为全身都要用手了，把东西都给他。
Allah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يصلح لكم أعمالكم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قل إن صلاتي ونسكي ومحياي ومماتي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لا شريك له وبذلك أمرت وأنا أول المسلمون وأنا أول المسلمين لا توجه شيء إيجي تنسو كان قوي يعني كم تدفو أنا من الرجل كيوي تا 同时为所有经历的人做出了许诺将给祝贺的告示我们每天都在见证没有进行失败的呼吁安拉同时我们也在见证穆罕默德沙拉的使者祝福我们的先人穆罕默德阿里和圣人们他引导我们所有穆斯林走向了正路古兰经安尼巴第二十一节安拉说祝圣啊你们的主创造了你们和你们前人 你们应当明白他以便有机会明天上帝会觉得安拉说他们只奉命我们安拉全程敬意遵守真教完尽守外交完了天道这才是真教那真教包括很多的内容就是安拉所写满意的所有的安拉规定的这个所传达的一切内容表面和内心的包括古人所做的心灵的功课 甚至的功课教导规定的原则的功课以及成为我们方和习俗的这些习惯如果有了良好的学习的话也是一种功课比如睡觉吃饭如果说它意味着是为了加强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更好的去外表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功课包括我们夫妻间的生活如果意味着远离非法 让我们安排手写的话那也是一种宗教功课那同样我们要经历阿拉阿拉通过我们不需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苏联啊苦劳的苦一生没有阿拉没有把我们放在不管那么阿拉创造了人类生活在这个大地上是人类经历各种各样悲欢离合善恶和平的考验阿拉为世人指出了哪是真道哪是歪门邪道就像古兰经上说的 阿拉已经给你们把正确已经证明了，伊玛沙基拉，伊玛沙库拉，要么就是感谢别人，要么成为光辉的人。因此，走向正教的方式就是遵守阿拉所给我们规定的一些力量。同时，敬安拉在自身方面、钱财方面、价值方面、跟人际交往方面，同样在我们的生活的方面。那么，古兰经64章第53节说。 我不推我不自称清白人性确实是所有人都做的那就是任何人不敢说自己清白任何人不敢说我不犯罪每个人都时时刻刻九十九饶恕在人们的道路当中我们天天都在犯错我们时刻需要向阿拉忏悔那么除了我的主所怜悯的以外我的主确实是值得确实是受的那么敬畏你的大阿拉那么在天庭当中 圣训当中有许多的经文和圣训，引领我们所有的穆斯林应该敬畏阿拉，同样把敬畏阿拉作为我们人品开始的最高的标准。就像古兰经上说的，你们当中最敬畏尊主的人，便是你们当中最尊贵的人。那反过来说，你想获得这种尊贵，可能说与敬畏尊主做交流是很难的。圣训的话也有说的很重要，祝福所有的穆斯林，敬畏阿拉。 敬畏使者，遵循使者的命令和使者的忠告，希望阿拉是不折不扣的去按照教父所要求的去做，远离教父所禁止的所有的非法思想。那么真主命令我们在黄金章28节这里说，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这样教导你们。那就是说真主给我们教导的是敬畏真主的前提。那么所有的功课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说敬畏阿拉。 是真主的喜悦，那么真主教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同样让我们成为人，成为万物之灵，让我们享受各种各样的恩典。那么通过敬畏来体现我们服从，还是我们万物之灵。那么是真主是我们心中
待过，同样心情舒畅，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罪孽。活着这三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尺寸，那么这个尺寸整体来说是在教会的框架范围内。那么就像《将进酒家》第29节，就是说，心中的人们，如果你们敬畏真主，他将以鉴赏赏赐你们，并原谅你们的罪行，饶恕你们。真主确实是有宏恩。那如果敬畏安拉，安拉给我们一个分辨真假、辨别是非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样，安拉许诺所有敬畏主的人，将使他们在困难当中给容易，同样在危险当中给他们平安，那么给他们一条足够的收入，让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供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第23节当中说，谁敬畏安拉，安拉将给他开辟一条出路，并且从他料想不到的地方供给他。谁信过真主，真主将使他满足。那么这些古兰经典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敬畏安拉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安拉供给的一个因素之一，我们应当真实得到。那么同样，有的安拉许诺，敬畏安拉的人在今世将所有的事安拉会给你收的，就像第4节安拉说的，谁敬畏安拉，安拉将使他收的。那么收的在你的生活方面、钱财方面，包括你的宗教工作方面、身体方面、所有的事业方面，安拉会给你收的。那么真正的信徒人，尽自己的责任，真真实实的敬畏安拉，将三百公公安的大众，你们应当力所能及的敬畏安拉，不要放弃，不要轻易放弃。那么在古兰经第16节，真主说，你们当要有敬畏真主，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诲和命令。那这就是对所有的穆斯林，所有信仰安拉的人，安拉所给的命令和权柄。那么真实敬畏安拉，量力的敬仰安拉，意思是说，我们要尽力而为，不要说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就放弃了，或者说遇到一点困难我们就拐弯抹角的，教诲不是这样的。圣僧方法里有圣人们同样教导我们，不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持之以恒。即使这个工作我们看着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小也罢，要持之以恒的是敬畏真主。因此，圣人说，无论你在哪里，都应当敬畏安拉。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应当敬畏安拉。不要说他们的事，好人在一起的时候表现得很虔诚、很敬畏，当离开人的视野的时候，忘记了安拉的监护。那么，安拉确确实实是观察万物的。有信仰的人们，那么安拉在命令的事情当中命令我们很多，同样最主要的安拉所命令我们的，其中就有接触信心。那么古兰经妇女章1节安拉就说，你们应当敬畏安拉，你们应当真真实实敬畏安拉。后面告诉我们，你们常借安拉的名誉而相互要求常令的事，那同样你们应当尊重血亲，真主确实是监视你们的。那么尊重血亲不光是嘴上说一下，或者说当中血缘就这样打一些血缘关系，不是这样的。那么尊重血亲，同样我们要接续近亲。那么接续近亲在最佳的场合，也就是说在两个节日，穆斯林的两个重要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这也是我们穆斯林欢庆的日子，同样也是接续近亲最好的日子。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接续近亲的真当活着的人不去管，两个节日的决议一完都跑到坟上去接近死人去了，那这是严重的违背教法。从教法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颠倒了，把安拉的命令、施德的命令和让我们节日应该接受安拉的款待，我们颠倒了，不应该这样。按照穆斯林来说，接续近亲，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理由，穆斯林都领穆斯林，但是不容许。那尤其是自己的近亲方面、长辈方面、一双父母，那我们不管有任何理由，你再大的理由，那说不通，在真主那说不通。安拉命令我们尊重血亲，真主是确确实实是监督你们的、监视你们的。那么敬畏安拉，尊重血亲，安拉命令我们必须经常的往来。那么我们一年到头没时间，但两个节日，不管怎么样，应该相互守护一下，尤其是长辈这一方面。那么《黄帝章》24节就是说，你们当防备火狱，那是用人和石头做燃料的，人和石头做燃料是为不信道的人铺地的。那如果说我们从防面活跃的角度来说，那么接续近亲、接续安拉，同样在我们自身方面、我们的工作方面、宗教工作方面、生活方面，全方位的接续安拉，
不光自己，还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安拉索罗就告诉了华人的圣训，当时圣训告诉了一个圣人们，把这件古兰经读完就说，是用石头和人做燃料的，甚至解释说，这个火焰燃烧了一千年啊，直到变成红色的，又燃烧了一千年变成白色的，又燃烧了一千年变成黑色的，它是黑黑的，灰暗的，直到于永远，这个火永远不会熄灭。那这个火，阿拉已经预备好，是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们。那么古兰经黄金章218:1就是说，你们当防备，将来有一日，你们将被交归于你们的主，然后人人都要享受自己行为的所有的完美的报酬，而丝毫不愁黑网。那么命令我们当防备这一日，这个防备也就是结婚的意思。你要提前做好准备，请安拉为自己的行为，安拉会给你所有的人的一个清算。命令人们防备这一日不分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将在这个面前去做交代。那么新高阿拉伟大的阿拉命令我们防备各种各样的灾难。那这个灾难，所有灾难，现实的灾难，我怕它发生灾难了。那么后世的灾难比这更严重，比这更严重。那么甘利品章25就是说，你们当防备这种灾难。那这种灾难，如果说不防备的话，受害的绝对不是你们当中这些仅仅你们当中的唯一的，而是好人坏人，他们都要连带。那么你们要知道，真实的刑罚确实是严厉的。那么敬畏安拉的刑罚，那么安拉惩罚不义者的灾难也会连带这些好人，那就是说好人你的利人行善得人作报，如果说邪气压到正气的时候，安拉的惩罚会连带所有的人。因此从我们角度来说，敬畏安拉、利人行善、人作报都是每个穆斯林所做的。那么圣僧穆罕默德他们所传授的这两个法则，咱们圣训当中说，安拉命令所有的信士远离罪恶和丑事，不可迁居姑息这些高人寺庙，否则安拉会让他们所有的人遭受灾难。那么同样有许多圣训命令这样命令我们，如果这个民族没有人民的形象了，没有人使人做恶的话，安拉将是他们普遍的遭受灾难，普遍的遭受灾难。那么这种警告就是说，你对邪恶不符合教诲事袖手旁观，对自己的家庭出现不符合教诲事，我们也是置之不理，视而不见。那将来雷鸣灾难不是说光你一个人，而是连带你的家人，连带你所有的人。那么家里有人的话，就可传授事情说，你们应当谨防这些瘟疫啊，做黑网的事，这就是在出生日时成功的力量。你们当防备吝啬，吝啬可以毁灭了一天所有人。那么吝啬已经毁灭了一天所有人，那就是反过来说，毁灭人们的往往是人们的一种贪图，人们的这种吝啬。那么同样是圣经上说的，说你们应当防备这些被黑网的人的祈祷，因为他和阿拉之间没有任何的屏障。因此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人际交往当中，应该按照适量的原则，公平合理。那么有限的人应当远离所有的非法事物，防止犯罪。阿拉古兰明文当中禁止的所有的事项，我们应当远离利息、球、赌博这些习惯主的、因地主的，还有阳奉阴违的所有的，包括这些衣装表面的，还是行为方面的、思想方面的、意识形象方面的，还是具体的，都应当远离，都应当远离。那么命令要防备的，就是说你在你的信仰、你的公修和阿拉的刑罚面前设置一道屏障，不要让你的公修超过这条过道屏障，变为无效。那么圣僧的话，给我算算说，每个人早起都在销售自己啊，每个人早上起来都在销售自己，就是把自己出售了、卖了。有的人是在释放自己，有的人是在毁灭自己。那看你把自己卖给阿拉了，还是卖给这个现实？那么古兰经伊布拉希麦章17，阿拉说：“The inshaqatum, the azizatum。如果你们感谢，我势必对你们恩返加恩；如果你们发出不光不义，那么我的刑罚确实是严厉，确实是严厉。”那古兰经328就是说，在早上和晚夕祈祷你们的主，所求安拉的救恩者，你们应当耐心地和这些人在一起，不要藐视他们。而心求听事尊崇的福报的人们，
我使自己的心忽视我的教会，而顺从自己的欲望，他们的心是过分的。这种人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尽量向这些信教的人靠拢，向他们学习，向有教的人尽量在一起，尽量在一起，而不要藐视这些人们，不要瞧不起这些人们，一定要善待这些人们。对追求仅仅追求现实生活的人们，而忽略了他们教会的人们，顺从自己欲望的人们，安拉命令我们，这些人是过分的，你们不要顺从他们。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信仰层次提高，在生活当中，随时我们仔细的沉思一下，周围我的大门和安拉给我们所有的恩惠的话，那我们的信仰应该能得到提高。同样，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素质也应该能得到提高。成为一个有深刻信仰的人的话，那我们生活随时随地都在他的教导上靠拢，随时随地都在进化，在和安拉的教导迈进。那么眼前的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每个人不可能阻止时间在一天天的过，一年复一年。那每个人都最终走向安拉那里。那么生活中我们沉思一下的话，现实只是一场梦。那么就像有一位先贤们所说的一样，他淡泊精神。当有人劝他：“你为什么什么一无所有？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稍微搞好一点？”他说：“现实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旅客。那旅客行李越轻越好，我不可能说背着那么沉重的行李走那么长的路，经过去见这个人。因此，在人生旅途当中，我把我的行李啊一点一点减掉。”越减越轻，那这才是对生活深刻的认识，深刻的认识，深刻的体会到现实的浮华和虚假。那么，真正我们面临的将要受受的所有的这些审判和灾难。因此，在这灾难来临以前，我们为我们的后事做好准备，应该认识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本质。这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同样也是安拉考验我们的一个阶段。认识安拉造化的方面和对人类的恩典的话，我们享受安拉的恩典的同时，应该心灵更接近安拉，感谢安拉的恩惠，敬畏真主。这不是一句空话，同样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从自己的家人做起，从自己的身边做起，从自己的不死的社区周围环境清真寺做起，慢慢的把敬畏安拉的东西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家庭是建立在敬畏安拉的基础上，让我们的生活同样也走在敬畏安拉的道路上，让每一个穆斯林真正成为一个实实在在敬畏安拉的人，在今世活在应该的大道上，归在光亮的伊玛里。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说抛开现实生活在这个希望当中，或者说我们把现实的一切扔掉一心归主了，那也不可能。那从现实的角度，安拉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享受，但不要忘了这是安拉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感谢。我们不要享受安拉的同时拿着安拉的恩典，不是敬畏安拉，而是拿着安拉的恩典去对抗安拉，这是最可怕的。安拉给你健康的身体，与其干干，安拉给你健康的思维，你去思考的都是一些犯罪的事。安拉给你好好端端的一张嘴，你去判断是非；给你一双眼睛，你不去观察真伪，而是探听别人的一些隐私。那从教化的角度来说，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因此，安拉给你的恩惠是一把双刃剑，你要会用，就把它用在正道上，用在敬畏安拉上；你要不会用，那就是说到后世都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因此，需要我们所有的穆斯林真真实实的敬畏安拉。从自身方面，我也嘱托我自己，嘱托所有的在场的穆斯林，敬畏安拉在生活方面，敬畏安拉在工作方面，敬畏安拉在我们所有的人际交往、钱财交往当中，敬畏安拉，让我们成为一个安拉喜爱的、真正的伊斯兰门派当中的一员，带着真正的信仰、完善的公车到后世去讲啊！我不如够的他的，阿斯达菲鲁拉，今天都活得我不如了，可以。الحمد لله حمدا كثيرا طيبا مباركا فيه الله اكب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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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الله اكبر الله اكبر ولله الحمد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ه
للمتقين ولا عدوان إلا على الظ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خير الأنام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إن الله وملائكته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وا تسليما. و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صلى علي صلاة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بها عشرة،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بارك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بارك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اغفر للمسلمين والمسلمات والمؤمنين والمؤمنات ألا حياة منهم ولا موات برحمتك يا أرحم الراح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دمر أعداء الإسلام ودمر أعداء 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انصر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لهم انصر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كل مكان، اللهم انصر من نصر دينك، اللهم انصر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فلسطين وفي العراق وفي أفغانستا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صلح شباب 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صلح نساء المسلمين،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اللهم زدنا علما نافعا وعملا متقبلا ورزقا طيبا واسعا مباركا فيه، اللهم تقبل من الله منا ومنكم، كل عام وأنتم بخير. نعم一年讲到的是到此为止。那下来以后，学校我们代表了所有的师生、我们的管事，还有群众，邀请我们的客人，所有来的群众，就说等一下，学校有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呢，就是让大家我们平常这个婚礼，很多家庭都会经历。那我们举办这个婚礼的目的，也就是说让所有的穆斯林教徒了解一下。 伊斯兰的婚礼按照教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应该怎么去做？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些婚礼的习俗，哪些是不合教法的，哪些是一些不良习俗？起码有个了解。那么，同样，我们参加所有穆斯林大道的祖阿姨，希望我们的所有穆斯林把这个家庭建立为伊斯兰的基墙，从结婚这一天开始，都是把这个家庭建立在经文上面的这个基墙。因此呢。 就是代表学校邀请所有来的客人参加了完这个婚礼，吃完这个宴席，再去再参再去干自己的功课。那么希望大家接受我们这一年的善功。同样，祝贺大家新的一年来临，我们又增加了一岁。但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在自己所走过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做的和我们所完善的这一生当中这一环节。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